叫你小胖还是叫你贾建龙？小胖，贾建龙。小胖，家里都这么喊是吧？对。哪里人？广西南宁的。广西南宁啊，嗯，德云社曾经到你的家乡广西南宁去演出，啊，这个南宁父老特别的热情，而且给我印象很深，就是你们街上有卖种小吃叫酸野。对，酸野啊，所谓的酸野就是各种水果切成块切成什么的，酸的，而且腌制的，吃的时候还撒上辣椒面。对，辣椒粉。那个，你今天来没有带一点来吗？啊，太久了，下次来带了。现在回去拿吧。行，我走。别走，逗你呢。那个现在好像不是特别胖，为什么还叫小胖？之前是大胖嘛，然后变了就变小胖。之前多少斤？最重的时候在学校体检是280。哦，还好是公斤。我们这边有当初他胖的时候的照片。嚯，这是原来吗？对，这是去年。这还是去年，其实瘦了一点了，这个已经。哦，这个胖。哦，这个可爱啊。还有更胖的吗？这是好像最胖的时候，差不多。再粗些，再大些。哦呦，真可爱哈！哎呦，哇！再粗些，再大些，真可爱。那会儿200多斤，对，有没有觉得行动不方便？当时不觉着，然后现在瘦下来，觉得现在行动方便了。那时候的衣服现在都干嘛用了？当睡衣，改被子，睡衣被子，然后地毯。